所以你当时经历的那个最时髦的搭配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就街头来说，有一段时间就是一定要有 Air Force One 的白色的球鞋，白色的，对吧？然后要有一条很大的牛仔裤，上面配白色的 oversize 的 T 恤，然后再挂一根 bling bling 的项链，再有一顶 New Era 的帽子。天哪，太具象了！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街头的。